有一群朋友小招讲要来去中国行行的，选定的目标就是中国山东的青岛。啊，林书豪是有广告一家，你今年来得哦。王力宏真情版，啊，这一部啊，两块哦。哦，啊，这个中英文的标语，不过英文怪怪的对吧？青岛啤酒怎么样？好，好，好，在这里喝了哦。中山大饅头，来，这一面啊，要这一面。一桌子面，好，拿那个手过去，手过去比一下。不止啊！手来手给我们比一下，看看它多大。这是以著名的山东大馒头啊！摸一下就知道。大个啊，你也看。冻猪脚，虾酱。山药、小麦，山东的青梅，山东青梅，因为你的小幼公做好吃，做好吃，青梅很好吃哦。好，吃完啦，啊，要为青岛来去济南，啊，一爬去高速公路，哇，大塞车啦！有注意无？中国人足无耐心的，啊，大家司机拢走出来高速公路顶过。哎呦，稍安勿躁啦，嘛不可是车祸啦，唔捌看过哦。